共读圣马子国福音。那时候，有一个泰国人来到耶稣主前，跪落求他说：“你若愿意，你会洁净我。”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伸手抚摸他，向他说：“我愿意，你洁净我。”泰国人立时好了。然后耶稣警告他，叫他别走，向他说：“你小心，别给别人打，要去叫司机来检验你，为你的洁净奉献每色所规定的，做他们的证据。”好像那一出去，就开始骂这个双眼将这事传开了。耶稣不能在到公正的地方来讲道，只好留到外边旷野的地方。但是人还是各处来到伊头前，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跟以前的姐妹，这篇圣经咱是有听过、有读过个。这个泰国人，咱在伊无边甲伊从来个咱做母是到旷野来拜祈，伊家己会知，伊无旷力去饿任何个人，了好日子。伊远远推着耶稣，伊拿起伊个勇气，敢敢来找耶稣。伊应该是听过人别人打陪耶稣个事，所以从这个希望，轻松个来到耶稣主宰，要跪倒个。伊推出耶稣主袂拒绝伊，又着求他。你若是愿意，你会得洁净我。耶稣主啊，真慈悲个，甲伊回答说：“我愿意，你好了。”但是耶稣主提醒一个泰国人呾：“哎，按照咱个每色个法律，你着爱去学即套细节了，去查，去检验了，伊人着爱甲你整个呾你好了，安尼你才好。”亦从来甲错人做母，所以论买买滴个去双窗来点点，一个人好了了，伊放未落，就是买滴个去双窗。有些个大耶稣主因为这些关系就无变，因为伊买错人来质疑，因为错人点能晓得，伊人爱有一个世界个弥赛亚，爱。立于作王，这不是耶稣主的意思。好，咱这个帮助买买那买单。咱这个泰国人一个病，咱在，可能想着咱家己本咱个身边，咱家己也是咱个亲人是滴个，也是真侪人有这个病个。咱这种泰国病是无，但是有其他个病 ，cancer 啦，啊心脏病啦，这种物件。咱能无明无变明白，做你听住，总能有接触病痛。有个人是身体个，有个人是这个感情个，有个人是人个人之间个接触痛苦，能无变完全明白。人会明白个是，这唔是听住个意思，听住卖人受苦。但是咱会明白，咱就心来听主，所以咱听耶稣主甲咱答，咱若是凡受苦的人来转，因为伊使咱得着安息。耶稣主来这个世界就是爱分享咱世人的痛苦，所以虽然咱无变完全的解释这个病痛痛苦的意思，但是在咱在咱的主。是爱人的主，怜悯的主，甲人做母的主，
也不会让也赐人力量来面对，来接受人生命中的痛苦。所以人不要妄听妄人，人求天主赐人这些恩痛，若是人有什么病痛有什么痛苦，人奉献给耶稣主，要求耶稣主赐人力量，赐人有这个平安的心，好好去面对。要人身边若是有这些的人，人也爱修复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使他们的心里的平安，有病明白天主在他们的痛苦中，天主都不爱他们，天主跟他们同道，天主是怜悯的主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